你这里面端的什么呀？这是，没事没事，你快吃快吃吧啊！奶奶，你吃烩面吗？我不饿。我这里边真没什么，你快吃吧。老婆肯定又在藏好东西了。来，你吃烩面来，我吃这个。那等我吃完，咱一起吃啊。行行行，连串串的蘸料都准备好了。等我吃完，咱一起吃啊。你别笑，这么多竹签蒜，一会儿吃个过瘾。啊，真香！啊，真香！你这里面放的什么呀，媳妇儿？这么多小抓板，后面不就知道了？装什么急呀你？店家们可不选好人呢。怎么了，老公？行。老婆吃完就该吃小烧烤了。我吃饱了，老婆，来，咱俩一起吃吧。那我烩面跟鸡蛋都给你吃完了，你都吃饱了，你走吧。不是说好一起吃的吗？你走吧，你想啥呢？终于可以吃烧烤了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在下面。哎，你可是真的？啥玩意儿啊，这个？这玩意儿怎么吃呀？原来老公躲在这里了，这次就好好治一治你。这么多鸡蛋都是我的了，好，这次我可不会再上当了。就猜到老公会这样做，那我就给你来个将计就计。老公，老公吃饭来了。这两个你选一个吧。哎，不用那么麻烦，你就选我面前这个吧。哎，你怎么有这么多鸡蛋呀？那你做的饭我怎么知道？你就给我演吧。哎呀，本来我想吃鸡蛋的。那我也知道。你想的美。就看谁能笑到最后吧。那我也吃了啊。你等会儿再吃，要不然给你抢。那你快点吃啊。他也就现在能猖狂一会了。吃点这个无骨鸡爪开开胃。真香。老婆，你的烩面看着真好吃，让我也吃一口吧。来。你长得美。我选的。那等会儿你也别吃我了啊。等他吃饱了我再拿出来。吃饱了，你怎么不吃呢？我等会儿再吃。来，我帮你打开来。不用不用。哎呀，我帮你打开。你这里面，怎么烧鸡？造孽！真香。你哪里来的烧鸡？一会儿让着我呀。来，我吃一块。这我的。不行，今天得换个法子藏。你真是改不了吃独食啊。今天藏得太完美了，媳妇儿绝对不会发现。媳妇儿快点来了，端个饭忙忙蹭蹭的。
媳妇儿，今天的鸡蛋，咱们都吃了。咱俩分分吧。没事，你吃吧，我今天不饿。哦，不要高兴太早了，别以为我没看见。我得想想办法吃到鸡腿。今天可得把我的大鸡腿看好了，哪里都不去。鸡蛋虽然好吃，今天就不跟你抢了。来来来来，我给你弄，给你打开。机会这不就来了？这样也行。来，先长，等你。先吃点小龙虾垫垫肚子。好，啊，真香！哎呀，真是高手！哇，这是高手，这是高手，这也太厉害了。哇，这个真厉害，这个好快啊，这太厉害了。老公，这拿张纸啊，擦嘴。吃个饭事咋这么多呢？给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你快点吃啊，我等着吃好吃的呢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快吃完了，这次终于轮到我吃肉了。我吃饱，你吃完把碗刷了啊。嗯，行，你赶紧吃吧。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？这啥呀？这是？啊、我鸡腿呢？鸡腿呢？上哪里去了？今天给吃独食的老公配一瓶红酒，先加点醋，来点芥末，必须加点柠檬调味。最后再加点盐。等你，老公，老公吃饭啊！哇，今天吃烧烤了？真是给你做的。还给我倒杯红酒。哎，那吃烧烤弄这么多肉干嘛？嗯，来我自己吃了就行了哈。你吃素了？还是素了刘经理啊？嘴上说着不让我吃肉，结果自己全吃了。嗯。那么多烤肉你也吃不完啊。我说了你是素的行不行？别动我了。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真有你的一会，可别后悔。来，这是你的啊。这是我的，给你分清楚。不让我吃，我偏要吃。趁他不注意，再来一个。干嘛呢你？怎么偷吃我的肉啊？这是高手！哇，这是高手，这是高手。这给你的，这是你的，行不行？能听懂听不懂？真是太小气，吃两块还不让了。
得看好盘子里的肉，我还不够吃呢。你看你都胖成啥，你吃点青菜吧行不行，别再吃我的肉了。这我可得全部夹碗里，要不然老是被他偷吃。都胖成啥了，你多吃点青菜吧行不行，你不仁就不要怪我不义了。姐娘们可不想好人呢。老公来，今天我敬你一杯。来，感情深一口闷啊，行，来干了干了。你闷在哪？今天准备两只烧鸡，这样爸爸就不会抢了。哦，两边都有烧鸡，让我看见了就都是我。嗯，爸爸这么慌张肯定有问题。一人一只，爸爸还要抢，那我就全都给妈妈吃。同意。爸爸妈妈吃饭啦，来啦。哇，爸爸今天这两个都有好吃的，你别再给我们抢了。行吧，那我就选面前这个吧。那我看我面前这个是什么。妈妈，我们先吃这手锅行，等爸爸吃完了我们再吃。行，等一会儿你们就吃空气吧。那我先吃点鸡蛋，也开开胃。这里面有12个鸡蛋了。今天有这么多鸡蛋和两只烧鸡，好好就大吃一顿了。啊，真香啊。爸爸吃鸡蛋比我吃鸽子都快。熄火了，我叫你他妈。鸡蛋配螺蛳粉吃着真过瘾。宝贝，这里边吃什么呀？妈妈，你等会就知道了。说的也是。也不知道宝贝女儿给我准备的什么惊喜，太期待了。嗯，啊，真香！哎呀，等老公吃完就该我俩吃饭了。你们刚好过来了，我让你看我里面什么好吃的。这回终于该我了吧？等等等等，喂，不是吗？啊？两只烧鸡呢？烧鸡怎么跑你那里去了？来来来，我这一块。哎，这锅子给我准备的。来，你再让我吃点。老婆，女儿，吃饭了。来啊！啊！今天怎么又扣上了呀？你玩这么花？你不是喜欢玩花的吗？今天就让你玩花的啊！看得见的先吃，看不见的后吃。我先选了啊！这竹签都露外面了，我肯定吃这个了。那行，中午那我先吃了啊！行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啊，真香！哎呀，
爸爸吃鸡蛋比我吃瓜子都快。闺女，我看你爸吃我都饿了，我们俩也先吃了。妈妈，等一下，等爸爸吃完了我们再吃。嗯，对对对，等一下，等会儿再吃啊。哦，那行，那我们先吃别了啊。现在打开它，肯定要抢我们的饭吃。闻着好香，真好奇里面是什么。嗯，啊，真香！哎呀，我这里边也不知道什么好吃。这傻婆娘，还是跟十八岁那个时候一样，天真好骗。他终于快吃完了。这里面肯定是淄博大烧烤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你快点吃，我们等着吃好吃的呢。马上吃完。老爸的报应马上就要来了。来，我吃饱了，你吃吧。那我吃啊。我的烤串怎么是烧鸡啊？哪里来的烧鸡啊？真香。那闺女，咱俩吃。一会儿来来来，让我吃点。爸爸，这是我们的。真香，没想到还选的好了。